任嘉伦工作室发布了一条感人的微博，感谢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，特别是那些在成长道路上给予他帮助和支持的老师。在这个寒冷的冬天，任嘉伦用他的温暖和感恩之心，传递着积极向上的力量。 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演员、歌手，任嘉伦在事业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然而，他始终不忘初心，时刻铭记那些曾经陪伴他成长的老师。在这条微博中，任嘉伦表示：“谢谢您参与我们的青春。”这句话简单而真诚，让人感受到了他对老师的感激之情。在任嘉伦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成功人士所具备的品质——感恩、努力、拼搏。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激励着无数粉丝和年轻人勇敢追梦、坚定信念。在这里，我们也向所有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美好印记的老师说一声：谢谢您参与我们的青春，让我们一起传递这份温暖和感恩，共同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。最后，感谢您阅读这篇报道。如果您喜欢任嘉伦的故事，欢迎关注我们的账号，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关于他的精彩内容。让我们一起见证任嘉伦在未来的日子里创造更多的辉煌。 谢谢您参与我们的青春，在我们的生命中熠熠发光。您陪我一程，我念您一生。这次，换我们用四锦的繁花，将您的世界点亮。先生再见，先生再见，先生保重，谢谢先生。温暖中国2023，感谢有你。